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创世罗。OK，那先 OK，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我的专题 The Future。对，没错。其实各位可以去看一下我的专题啊。好，那各位要不要看呢？我就直接放给各位看哦。这边先按暂停。对，这是我一开始的主选单画面吧。然后呢，这边算是一些游戏提示，跟我一开始的关卡。那这边是技能跟子弹，然后血量跟护甲。好，其实这近战功能我是没有算做完整，因为主要是。对，那个主要是敌人会跑，然后我的攻击其实他没带什么位移，对啊，所以那个近战模式非常的有点难用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我的地图，这边是我地图，然后跟算我做的剧情吧，剧情关卡，然后动画。跟那个，对，这是我使用技能的画面。然后，然后我近身战其实对这种敌人是没有任何作用。然后剧情变化之后呢，我会变成，对啊，就是机器人，因为我也没有那个。我没有模组啊，对，就我没有模组。啊，这个其实算 AI，我也没写说很好，对啊，不过呢也可以了，因为我一个人做到这些，我其实也非常的。非常的，该怎么讲呢？先放个歌哦。好，对，各位就慢慢的去看，因为我可能实力真的算非常的弱。对，这款作品我要拿去，这阵子我应该会拿去参加比赛。对哦，我不确定能不能在时间内交出来啊。因为我到现在在重打我企划，我真正的宣传影片也还没做完。这个影片不是这个专题，对各位而言，我觉得是没有算很好。对，可是这就是我的实力，因为这阵子各位有留言，然后那种画面就停在这边跟大家聊天哦。对，因为。就是聊天嘛，我也不知道切什么画面。哦，对啊，那各位就先想一下哦。对，其实有留言说我的啊，希望我的 Unreal 教学可以教得更深度一点。然后今天也有一个留言，那既然对把我所有的影片都看完了，我真的是。真的是蛮意外的，对啊，也蛮感谢他这么看得起我，真的。他是建议我可以做 VR 的教学。好，说到 VR，对，说到 VR，其实呢，我原本也想做 VR。其实我一开始很早的时候，我 VR 是不喜欢的，因为戴在眼睛上面这样子。而无奈我没什么设备可以去测试 VR，对，所以这部分我完全没有碰，我也不敢乱教别人东西，对啊。先说好了，我创这个频道，我跟大家讲过嘛，我就是一个肥仔，然后大学生活其实过得就也没什么人脉，社团那些玩不起来，然后又交不到女朋友。其实对各位而言，我就是一个
大鲁蛇啦，对啊，大鲁蛇，对啊，而且也大三了。其实老实讲，对啊，其实我生活过得算没有说大家算不错这样子，因为我以前国高中的时候，对，我的存在感都很低，然后不管怎样，其实我的人也很怕跟别人对话，对，其实拍 YouTube 影片算我一个小突破吧，毕竟我要自言自语，然后呢，对啊，我都已经这么难跟别人对话，然后要跟别人，然后要自己自言自语，好像有点，对，好像有点问题啊，对啊。不过呢，以前就连老师，我的个人啊，就连老师都记不住我。我待在班上一两年，那老师有时候也不知道我是谁，对啊。然后以前就没有人认同我的实力。然后我有重考一年啊，其实我真正的年纪算大四，不过呢，因为重考，所以我现在大三了。对，那时候重考的时候，我考更早。对，原本45积分吧，因为我那时候超不喜欢念书，然后之后考到41积分，其实呢，跟父母也起过争执，最后来到一所私立，因为他要提供奖学金，私立科大，然后我选择我喜欢的游戏科系，对，然后假如后面有一些声音，那是我室友，对啊，我室友他也在用影片，所以呢，那各位可以忽略，那没听到的话就好。好，对啊，我当初起过争执，然后进了游戏科系，而且呢是私立后段。对啊，我是因为拿奖学金，然后呢，对，其实那就什么都不如人啊，老实讲，然后我大学社团玩不起来那些都跟大家讲过嘛，对，其实我还蛮悲观的啦，我一直都认为我自己不行，然后呢我好不容易进到我喜欢的科系，以前我很讨厌念书，可是自从进来之后呢，我就每天一直在学东西，我想把以前我没有念过，就是我没有花的精力在大学里面把它发挥出来，就念好我自己的书啊。对，结果其实有点副作用啊，因为人脉不好啊。对，没有像大一，其实我也算有参加社团啊，或者去系上，可是最后都没有人记得住我，然后也对啊。其实大家可以把我想象一下。我今天丢在一间教室里，对，我就放在那边，没有人会来跟我讲话。对，我是说真的哦，我就坐在教室里坐一整天，没有人会跟我讲话。然后呢，我的通讯软体去除我室友的话，我一整年只要不发任何讯息，也不会有人发给我讯息。对，各位就把我想成我是这种超级边缘。又交不到女朋友，然后又是一个肥宅的人，对啊，其实我大一大二也习惯了，我最后习惯到就是，好啦，那交不到女朋友就算了嘛，然后呢就是一直宅宿舍啊，然后玩啊，然后干嘛。不过呢之后其实想通了，我还是努力去学习东西，毕竟游戏是我喜欢的东西。对，以往的大家，就连我父母可能都不看好我嘛。可是呢，游戏那时候带给我自信，所以呢，我算很喜欢游戏的一个人。对，然后呢，上大学之后一样重蹈覆辙，任何老师对我教出来的作品，一样都没有任何老师看得起我。然后我还是很认真的一直在做，对。那各位，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下我写程式码的时间，是大一差不多上学期过一半的时候，我开始写程式码。
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，然后也没有程式码，也没有任何人带，对，然后我就开始一直抄，一直抄，我抄一年多。各位知道我学到什么吗？我什么都没学到，一年多的时间我什么都没学到，我就连要打最基本的程式码，我还是打不出来，因为毕竟我就是一直抄嘛。我虽然很尽力的去想他们的意思是什么，可是呢，可是真的，一年过后，我还是很烂。然后大二下学期要执行专题的时候，我已经跟大家讲我人脉不好，对。然后呢，找到了两组啊，虽然人脉不好，不过还是勉强找到两组，可是最后都解散。我那时候其实大部分很多人都不做事，对，然后我就蛮生气的啦，就也没很委婉的去讲，我就很生气，有些就是直接讲比较难听一点的话，结果可能无意间也伤害到蛮多人，他们之后见到我也跟仇人一样，虽然我有道歉啦，不过呢，他们似乎也没接受我道歉。对啊，不过说实在，我也去探讨，因为毕竟我本身比较就偏向一个人。对，虽然看过很多东西都说啊，大学一个人其实没什么差别之类，不，其实我觉得差很多，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做专题，我真心发现我没有任何团队是多么劣势的一件事情。第一，我不能专精我想专精的部分。第二，我全部都要自己来，再加上没有人带我，老师又不看好我的情况下，对，变成我全部都是自己来，全部自学，这变成一个极大的劣势，真的。对，所以说人脉还是很重要啊。对啊，不过我可能就是因为太边缘又那个嘛，对，对自己其实很没自信了、啊。然后呢，就变成现在这个局面。好，不过自己做专题也是有好处，就是效率高，然后进步很多方面，但是不能专精，这就是。不能专精，其实是我想跟各位讲的，因为现在要参加比赛，对，我不确定时间内我交不交得出来东西，我到现在还在打我的企划，照理说企划大二下就要完成，我现在大三下，我还在重打我的企划，对，全部都要自己一个人来的时候，真的是其实真的很头大，虽然我全部美术。都是用 Aptogain 里面的免费素材，人物模组都是自己用 Adobe First CC 里面串出来，然后有一个是 Miss Ammo 里面预设的那个动作也是直接套，对啊。可是呢，就算给我这么多免费素材，我光是拼关卡、想故事、做市场分析到写程式、规划。特效那些我其实也破千小时了，对啊，大家其实我真的没有很强，我只是尽力的把我大学当初想完成目标完成出来，我大学当初想完成一个 3D 游戏，是像，对，大部分应该跟很多人的想法一样，就是想做一个动作游戏出来，还有恶魔猎人啊那一种，我超喜欢，以前超喜欢玩恶魔猎人，对，结果呢，一进来之后我就发现到我什么都做不出来，对啊，这一次我的专题是有加一点近身战的动作进去，可是呢，其实我那些动作没有带位移，就位移没有很长，所以很难打到敌人，各位
大概也看出来，就是没有位移很长。对啊，不过呢，我写出来的企划，我并没有砍掉什么功能，倒是游戏设定部分我没有做出来。对，音量调整那些滑鼠灵敏度，因为我电脑差点爆掉。对，我电脑其实设备真的算没有很好。对，我用 Unreal 用了两年，它差点爆掉，幸好撑住了，真的算幸好撑住了。然后我先跟大家讲，因为我应该也讲过很多遍，我没有很多遍，我应该有跟大家讲过，其实我频道当初是真的想要那个做游戏影片上来，然后给大家看，因为我也其实也蛮喜欢看别人实况游戏啊，也没有说很喜欢，就有几个人啊，对，他们也很多粉丝，很多粉丝，然后呢，他们玩游戏也很开心，都有个人特色嘛。可是其实我讲过，你把我丢在那边很久都不会有人来找我讲话，而且我以前我知道这件事，我也主动找别人讲话。其实女生们认为我都很无聊，对，我都很无聊，所以之后我越来越怕跟女生对话，然后之后就没有女生朋友。然后男生部分，我就算尽力的去跟别人打好关系，老实讲，我人脉终究就只有一两个。我说真的，就是真的，我努力过，可是到头来还是一样。应该交朋友都有一个感觉啊，大家应该也清楚啊。好，那交朋友这一件事先不提，我要提的是，你把我丢在那边，不会有人来跟我讲话。就像我想丢游戏影片上来，我大概也清楚，不管虚拟跟现实，其实我应该丢游戏上来，应该也不太可能会吸引到很多人来看。对啊，毕竟我不像其他人这么有钱，可以买很多游戏。我也不有趣嘛，讲话很沉闷啊，那一些，对。然后做 Unreal Engine 4教学，其实对我频道初衷是要做教学，是入门级的教学，就那个大家可能会认为很简单的东西啊，对啊，因为我想一开始就是帮大家入门就好。没有说要做到很困难，可是这阵子我收到很多留言，就是做深入一点啊那些。对，其实渐渐我发现，我一开始以为教学频道没什么人会看，然后我发现我错。对，虽然观看次数可能不及其他人，可是大家还是给我这些留言，我很开心，真的算很开心。可是各位也不要把我当作老师或大神，因为我的实力自认不到，因为而且我接下来要实习。对，关于实习这件事，我发现我大学自己一个人修炼，然后也没什么实际，毕竟我超程式嘛，超一年多。对，各位可以想象嘛，你今天是美术组，你不会 3D， 你可以拿你的画去参加比赛吧？对啊，可是我有吗？我不会画图，抄程式码抄一年半，我还是不会程式码的情况下，各位可以想象我能去参加什么比赛吗？不可能，我上去就是直接被刷掉那个人。对，然后现在大三了嘛，抄一年半，我大一快。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开始抄，那也差不多大三上学期。对啊，我其实的人没有各位想象说不错啊，或者其实我的人还蛮失败的。对啊，还蛮失败的，不过开频道我很开心，真的，因为开频道我比较算乐在其中，我玩游戏可以分享给大家，然后我的教学
大家都会跟我留言，我其实是很开心的。对，可是呢，其实就像我讲的，我的专题最强就到那边，然后呢，对，那个现在要比赛嘛，用对，基本上我比赛不太可能会得名，对，真的不太可能会得名。然后当初老师也有跟我讲过，我的专题虽然后期他们是有认同我的实力，可是他们到最后是说我都用免费素材，对，拿出去参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对啊，就只是翻山去留个比赛记录吧。对啊，其实说起来蛮伤心的啊，我也丢过 Unreal 的群组，也不要说群组啊，丢给一些高手看，他们其实也是可能也不想伤我心吧，就大概会按个赞之类的，然后不想说多说什么，我感觉得出来，对，我的确感觉得出来。然后我其实也蛮想让别人认同我，对，我其实蛮想让别人认同我，可是其实真的还是挺伤心的啦，因为我自己知道，我感觉出来，大学生活也过差不多了嘛，然后接下来就出社会，蛮多事情，对啊，蛮多事情，像交女朋友，我父母就很紧张，其实我自己都很紧张。啊，人脉关系的话，对啊，我这些都超紧张的。然后接下来要找实习，我竟然没有东西可以丢上去我的履历。说实在的，很多人可能随便做都比我强，他们一定都可以录取，可是我却没什么经历啊。对，当然，我这部影片我要跟订阅我的人讲，或是有追踪我的人说说清楚，先提早说清楚，我的人说不定没有你们想象中的这么好。然后我教学就最强就到我目前专题那部分而已。你们有学过程式码基础的人一定会比我强，有学过美术基础的人也会比我强。对，我要重点提出来，你们其实都比我强，你们把我认为一个，你们先把我认为一个，就是我是你们的同学，我是你们的同辈，然后你们没有摸 Unreal Engine 4， 可是我比你们先摸 Unreal Engine 4， 对，我赢你们的应该就只有这些了，对啊。我赢你们的就差不多就是比你们先摸 Unreal Engine 4 这一套游戏引擎。对，其实我拍 YouTube 也是一方面也是训练我自己讲话了。对啊，对，各位应该也知道我第一部影片嘛，讲话非常的不流畅，我其实老实想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怎么拍影片，那不知不觉两个月就结束了。对啊，然后现在有很蛮多人都有留言给我，我其实都蛮开心的。大家有留言给我，就其实大家都蛮看得起我，对，我真的很感谢大家。不过呢，不管未来各位会不会继续订阅我频道或是追踪我，我在这边也要先感谢各位，对，先感谢各位。至少大家都愿意花时间看我的影片，我很开心。对，毕竟当初我以为我的频道基本上不太会有人看，对，没想到两个月嘛，1900次了，1900次观看，那可想而知，一年之后，也不要说一定会有人看，那至少应该会破6000-7000吧，对，说不定会破万，可是呢？对，
就是也要我继续坚持。对，其实大家支持我，我很开心，所以我要在这边先跟大家讲明白，我的 Unreal Engine 4 说不定各位要的功能我做不出来。而且呢，有人是建议我可以一次做完教学啊，因为我教学可能对他算比较简单的那一种。但是我的教学方法其实呢，就是我当初大学的时候，我在自学的时候，我遇到很多瓶颈，对，我一次也接收不了这么多讯息，所以我是想说，就照我的意思，慢慢的一个礼拜出个几十分钟，对，十几分钟这样子，让大家慢慢去接，慢慢积少成多，久而久之，大家可能都会比我还强。对啊，我是这样子想啊，因为我当初以为就影片做很简单嘛，对啊，做影片很简单，就录个影，可是没想到真正做出来了。对，个性也会影响到虚拟嘛，对，现实基本上没什么人看我啊，然后没想到在 YouTube 竟然短短两个月，蛮多人都有回应我。我对说不出来的开心啊，对啊，可是呢，就真的要先跟大家说声抱歉，可能没办法教各位到很强的境界。对啊，当然我还是会继续坚持把我能做的都做完，对，我能做的我一定会做完，游戏影片我一样会尽力去丢上来做剪辑。对，毕竟我自己一个人玩游戏嘛，那丢上来看。对啊，因为我电脑设备不好，我开直播整个都是马赛克的那个图案。对，没关系啊，我就尽力维持我频道，这是我现在的目标。因为我整个大学整个人生其实都是在听老师的建议，或是父母的建议啊，或干嘛。好，难得大学我靠就是坚持了我自己的理念。对，我其实以前也是算那一种比较被小霸凌的那一种人嘛，被别人小霸凌的那一种。对啊，其实而且再加上蛮多人看不起我，就连我亲戚也是，我哥以前也是啦。对啊，他现在是没有了。啊，我爸以前也是认为我可能好吃懒做之类的。对啊，太多人给我这些，我其实觉得蛮有压力。然后以前跟女生讲话，我也其实，对啊，其实不要说女生啊，我跟人讲话稍微都会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其实很害怕我自己会做错事，会让别人讨厌。到大学之后，现在大三了，对啊，我意识到其实也很晚了，人脉真的很重要。然后你又看着别人交男女朋友，自己什么都没有，看着比较欣赏那一些女生，对，他们都被别人追走嘛，对啊，其实说不出来的后悔啊。可是现在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不要让自己后悔，所以从健身，我是先从健身，因为我跟大家讲我肥宅，我现在开始就是慢慢的练身体。对，练身体跟程式码其实也有很大关联，因为各位长时间要坐在电脑面前打这些 Unreal 这些或是什么，然后玩游戏也好，用电脑也好，长时间坐着其实对身体真的是很大负担。没有去运动的话，我说真的头脑不清楚，对，学习效率会降低。好，对啊，我现在慢慢都在设目标让自己完成。对啊，那可能跟人接触比较讲不出话来，我就是抬头挺胸，稍微面带微笑吧。对啊，对，没关系，
我就慢慢来吧。那也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对，我的 YouTube 频道其实发影片感觉速度其实也算快。对，我每天几乎都好像我现在60几部影片，我也才2个月，基本上也快接近每天一部了。对啊。然后我跟各位讲，剪影片其实真的算对我来讲啊，我觉得虽然很累，我虽然也很开心，可是呢时间不知不觉就没了。对，时间就没了，因为你现实还是有事情要处理嘛。对啊。好，那我是创世我，我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。对，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对，我真的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也感谢大家有对我留言。对，也许我不是，我的能力不是你们所期望的。对，不管你有没有继续支持我或是继续追踪我都没关系，你们有看我影片我就很开心了。对，这我自我介绍简介都有写，我真的算很开心了。对，我频道其实成长速度我觉得也算快了，真的算快了。对，其实呢，哦对，不小心聊太久了。对啊，各位可能也对听我废话这么多，也不想听我，应该也不太想听我个人私事啊。对啊，不过我要跟大家讲明，我并不是各位想象大神或是很强的那种人。对，我只是呢比较坚持自己的目标一点而已啊。对，虽然这一部影片比较有点沉重啊，不过呢，对，希望大家在学习制作游戏或是在游戏这方面都可以很顺利，因为大家应该都是喜欢游戏的同好啊。对，我本身就是因为游戏带起我自己的个人，我在游戏里面稍微找到一些自信。对，我觉得能帮到大家是我很荣幸。对，好，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。那废话有点多啊。对，那没看到我的专题的人也可以去我的影片那边稍微看一下，对，看一下我实力到哪。假如各位认为我实力可能蛮弱的话， OK， 那大家可以，对，大家可以直接讲出来没关系，其实 OK 啊，因为我不是大神，我讲过我不是大神。对，好，对，有点沉重，很久没讲这么多话了。好啊，那不打扰各位啦，那我是创世罗，那我们之后下一部影片再会哦。那这阵子我丢比赛期间跟做履历期间的话，我的影片出的速度会比较慢。对啊，其实到大四好像都很难轻松欸。对啊，我觉得我实习没找到，我直接就被弹了，我大四又要休课。对啊，好啦，那我的影片就到这哦。那祝大家制作游戏都可以顺利。对，还有最后跟大家讲一点，大家需要有自己的团队嘛，还有创意跟想法很重要。对，创意跟想法很重要，因为我游戏是免费素材拼出来的，其实看不出什么创意。对，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身体很重要，大家身体要顾啊。对，身体要顾，不要一股脑的就是坐在电脑面前非常久的时间，对，这样对身体负担很大。再给各位一个建议，就是做游戏不用太急，真的不用太急。对，一天一点慢慢做出来，一样是很大量的东西。
好，那我祝大家之后制作游戏都很顺利哦。好，那我是创世罗，那我各位，我们今天聊天就到这边哦。那各位好好休息吧，那各位晚安。